咱台湾基友会总会长黄坤浩、黄总会长来替咱主持，多谢。各位，我所敬爱、勇敢的台湾人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，我首先要感谢台湾各角落来各方面的专家、各行各业，因们伫这个所在遐尼详细，甲咱解说台湾的命运。甲咱解说为何这个要签一块爱来公道？我相信大家坐伫遮已经伫四点到即马，已经要五点钟啊！这个、中间有经过落雨，大家也依然还阁静静坐伫遮，这个精神啊，都、就是台湾的希望啊，对无？ Yeah. 这个精神啊，都、就是要救台湾啊，对无？我做时常伫乡下、乡下，也一挂即个基层的人，去甲我讲，讲会长啊，台湾已经坏啊，台湾已经无希望啊啦。但是因为我只看到各位伫这个风风雨雨的内底，日日年年无半离开这个所在，日日年年才伫精神集中伫听这一人演讲。这个就是给咱台湾人每一个人要救台湾的政治啦，你就是拢个政治，安尼对无？今仔日，咱来甲检讨，嘛来甲回顾，看马英九到今仔日拄两冬，满两冬过九日，这两冬过九日的中间呢？马英九政府对台湾做了什么？有做什么代志出来无？有甲咱台湾人白差无？有啊，做要甲出卖台湾无？确实就是这个问题。伊就任迄一日，就是讲台湾甲中国的关系是区甲区的关系，唔是国甲国的关系。伊就任迄日开始，就是一中承认台湾甲中国，就是一中。伊就任了，伊就讲台湾毋免外交。伊就任了，讲台湾毋免加入联合国。伊就任了，最近一个重严、非常严重的代志，就是讲这个美国 NCC 这个媒体啊，来甲伊访问。伊讲讲台湾的问题啊，唔免你美国出兵甲阮，甲阮顾啦。各位，你听看卖咧，台湾已经无国防啦。一个三军的总司令爱顾台湾，既然伊唔免顾台湾，你也想看卖咧？台中国啊，1500粒的飞弹，依然还搁伫向台湾。是啊，出台湾还有差不多五十万的军队，因咱10倍以上的军队，还搁伫大陆的中国沿海，不是都伫遐咧演习，对台湾有威胁无？所以这种种的代志，咱来甲创一个结论，对马英九的一个结论，就是讲咱的主权，台湾甲大陆，台湾唔是主权独立国家，已经扣袂掉呀。台湾已经唔免国防啊，台湾已经唔免外交啊，所以这两冬过交接的中间，咱台湾人莫怪人伫甲我问，讲台湾已经坏啊。但是今仔日呢，我直接看讲咱在座各位疼惜台湾，还佫对台湾人有希望，对台湾人要佫打拼，在台湾人坐伫遮，我绝对有信心。所有媒体会看见咱台湾这场面的人，会唤起台湾人搁较侪人的信心。所以台湾是绝对有希望的，绝对有信心的，安尼对无？今仔日
马英九讲，那台湾的问题，都予2300万人来解决。但是当选了后，一项代志，咱拢唔知影，牛肉要入来，咱签好啊，咱会使才知影。要12项的协协议，拢总含面，立法院免通过，讲一签了一个月，就自然生效啦，唔免立法院审查，唔免人民的同意。但是我甲各位讲，今仔日这个要签一化哦，迄毋是就过去安尼哦，迄是政治甲经济甲白做伙，一个一中的共同市场，12亿台湾的500倍的土地，台湾500倍人口，含2300万要甲合作伙，伊伫宣传讲哦，外好，咱出口去中国唔免税金呢。但是呢，伊无讲大陆出口来台湾嘛唔免税金，这是严重的代志。所以这个一化到今仔日是咱饭碗的问题，咱子子孙孙要哪个伫这土地生存的问题，咱一定爱甲签一化，一甲反对到底。若无是经过人民的公投，咱一定走这条路。无论以后甲反对到底，咱有敢的勇气无？咱会当甲咧做无？今仔日只有真侪遐专家、各行各业拢讲过啊，但是我直接做一个结论：要救台湾，只有靠台湾人家己，干那靠台湾人。台湾人爱团结，台湾人爱觉醒，台湾人拢爱徛起来。台湾人那个现即摆的人。就是要顾这块土地，要顾咱子子孙孙，只有希望，就是咱大家在座各位，就是要安怎顾台湾的每一个经济，恁都一粒经济，这个经济要摊起，也会当摊100个，也会摊1000个。所以在座各位，今仔日这个所在，就是救台湾的主力啦！大家来打拼，共同来打拼，来救台湾！爱看爱公道，阿对不？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多谢。最后，我们邀请咱所有的贵宾上台来，了解一下。来，请咱总会长、副社长来拢起来好无？咱最后要甲马英九的家眷甲突破，这个家眷有两个色。一个是蓝色的，是共产党；一个蓝色的，是国民党。咱将这个车啊，这个军啊，是青色的，要甲涂破。甲涂破了，就是看到真相的时阵，就是看到咱台湾未来的时阵。所以邀请咱所有贵宾来，黄总会长、郭主席。感恩台北市周伯雅周委周议员，那个中交哈，来高雄市高道局，感恩洪仪郑洪仪郑大哥，我话马英九大话落台好不好？马英九，马英九。来，一二三的，来，爱发的，爱发的，爱发的，公道的，公道的，爱发的，爱发的，爱发的，来，多谢各位，为今日开始，来为台湾共同来打拼，万多谢来所有出席贵宾，咱一起讲，多谢所有出席来宾，多谢。来，多谢多谢各位，来一路平安，为台湾来打拼，多谢多谢。来来来，多谢啊！